发艺人使用泡泡究竟能有多少收入？根据韩媒报道，以 Dear You 和韩华投资证券的图表看来，单一订阅用户的会员费，每位艺人每月约4500韩元，由三个服务提供者分摊。Dear You 收取40%费用，应用程式平台 Apple 或 Google 收取30%，而艺人的管理团队收取剩余的30%，之后再依照合约进行分润的拆账。K-pop 粉丝推测，每位订阅用户可以给艺人带来的收入，可能在300韩元到600韩元之间，取决于订阅户的多寡。约1000名订阅户可以赚取近70万韩元。据传，订阅人数多的艺人每个月可能在泡泡就有超过1000万韩元收益，是一笔非常惊人的收入。